而现在天气就像夏天一样，正想来一瓶清凉的啤酒。不过对德国的女人来说，喝啤酒是不健康、容易发胖又不高雅的。那么德国的啤酒大厂 Carlsberg 推出健美啤酒 Kala， 要抢滩女性啤酒市场。Kala 有两种口味，所有的酒精浓度都低于 1%， 是啤酒加果汁的混合。但卖家世博酒厂在波兰的分公司也推出女性啤酒 Kami， 它的酒精含量只有 0.5%， 有凤梨、巧克力、咖啡、覆盆子等不同新奇的味道。除了健美还有新奇口味可以吸引女性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充满着浪漫气息的玫瑰色啤酒 Rosé Beer， 荷兰的海尼根、比利时的 Hugh Arden 所推出的女性啤酒都含有覆盆子的果香。另外荷兰的 Gopner 所推出的女性啤酒则是含有三种不同红梅所混合而成的玫瑰色啤酒。这些啤酒让我这个不喝啤酒的人看了之后都非常的向往，真希望今年的夏天我们都可以畅饮这么健康又时尚的女性啤酒。